自己运球攻。哎，这个球又是被范子铭给防下来了。埃文斯，又丢啊！埃文斯今天的表现是灾难级的，我觉得。嗨啊！又上海队又是出现这种你看无谓的失误啊！这个就看怎么吹啊！这边你得本来是快攻反击多打扫人，结果球又失误。刚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？啊，太快了也没看到啊。嗯。上海队这边，我们看看刘鹏指导，好像可能是北京队的反击，对面大概前面。小外援摔倒的地方他滑了，头针这边是打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开了。嗯，就要先止血。